今日嘅 topic 基本上系讲呢个纳回啦，咁某程度上呢，纳回即系我自己理解啦，系自己企翻稳可以令自己攻击有利嘅状态啦。咁其实呢个 topic 好阔嘅，咁我姑且试一试我一般去即系点样去令自己变得有利啦，即系无论攻击又或者防守，咁即系之前就Kilic 同埋呢个 Max 大战完啦，咁所以我亦都攞翻 Kilic 同埋 Max 嚟做一个 sample 先，咁可能咁样会比较叫做呢个印象深刻一啲啦。好，譬如咁样啦，咁其实呢，纳回包括好多方面嘅，我会理解为呢。可以令自己系咁禁制嘅一啲状态啦。咁例如好似 Kilic 咁啦，嗱有一个前设嘅 Max 咧，我教咗佢三个 action 都系 random 咁样去出啦。咁 Kilic 咧基本上系由一个下 K，又或者讲法系二 K 开始踢嘅咁样。咁首先踢咗二 K 先啦，二 K 起身 B 系啦。咁你会发觉呢，咩距离都有效嘅呢个招。咁某程度上呢，一种纳回嘅方法啦，就系用一啲有回避性能嘅招去打嘅。咁嗱，讲少少深入啲啦。下 K 其实呢，负几多我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呢，起身 K 呢下有回避嘅时候呢，咁其实你个下 K 系可以揿好多下嘅。只要对面稍为做错嘢，又或者有冇做嘢，你都可以揿嘅呢一下。咁当然，如果佢用啲距离比较远嘅招，咁点样呢？咁你系可以step 啦，step 完之后出大招啦。啊，我做一做嗰个起上 B 嗰个 combo 先，因为即系点解个起上 B 咁得人惊呢？就系因为其实系有 combo 嘅。嗱，一下就55噶啦，即系埋到身呢，乱揿掣呢，基本上埋到身乱揿掣呢，你会发觉都好似可以追到咁样嘅，咁呢个系 Kilic 一个好大嘅优势嚟嘅。咁譬如话，如果我唔用呢、這个起上 B，咁可以点呢？咁step 完之后做呢个2288 B，即系 launcher，跟住做combo 嘅。咁我自己其实唔系好熟 Kilic 啦，我净系知道呢种打法可以令自己系配合呢个回避技而令自己可以继续咁样攻落去嘅一种打法啦。咁當然攻就唔係全部啦，咁但係你對住一隻 character 咧，如果佢任何時候都有可以攻擊嘅狀態咧，咁其實你做對面對手嘅時候咧，你攻嘅時候係會好大心理陰影嘅。好，咁我做一做 2K 之後嘅第二啲選擇啦。俾人打咗嘅，唔緊要，慢慢嚟。嗱，呢下又俾人打咗，我試下再撳快啲先。係啦，就係咁啦。系啊，side step 一下。咁当然 side step 嘅话系会俾横招打中啦。咁但系就呢、這个亦系即系点讲呢？你近身系容易俾啲快招估中嘅，咁呢个系无可避免。咁万一你只 character 真系要打近身嘅话，其实呢个 issues 咧系需要你自己谂办法去解决嘅。咁系啦，避开个横，又或者避开个直嘅谂法就系。后 step 一下，算啦，都系做翻 step 啦，咁样去做 combo 嘅，咁当然 Kilic 嘅 combo 我唔系好熟啦，咁呢啲交翻俾 Kilic 嘅用家会更加开心，用得更加即系点讲呢？谂得更加好嘅，咁另外一样就系传统嘅一啲褪后攻击嘅招式啦。就系呢招啦，
咁呢下回避就好明显啦，即系喺人哋攻击紧嘅时候，你即系喺人哋以为可以攻击嘅时候，你车一嘢埋去咧，咁基本上系好即系点讲咧，好令人拗头嘅，令防守嗰边某程度上就系、是、咁，我对住 Killy， 我几时可以攻咧，系唔知嘅。咁譬如话啦，另一样嘢啦。即其實 Killick 是一個挺好的 sample 嚟，因為所有嘢都夠 basic。咁嗱，我試下先，我大約企喺呢個位啦。嗱 ，BB 啊推開咗嘅。啊，好似唔好得，我試下用前，我試下用前 A 先，即系6 A。嗱，你見佢開始唔好打到我啦。都系打到，唔紧要，慢慢嚟。啊，系喎，呢下都得。嗱，企一个适合嘅距离啦，去到一个你打到佢，佢打你唔到嘅位置咧，咁其实你又可以做乜都得噶。就是咁样啦，我震佢一下棍，然后佢就咁做 A， 又即系佢就咁直攻击，又或者横攻击咧，佢都系电网唔到嘅。咁其实呢个就系一般喺距离上面点样做立回啦。啊，有冇啲招可以明显一啲嘅？诶，呢个比较明显一啲。嗱，呢个真系好明显啦。嗱，譬如话我系做一个远距离嘅攻击啦，咁佢好明显就打我唔到啦。跟住我做咩都得噶啦。咁喺立回呢个大 topic 里边咧，其实距离系一种几几杀食嘅打法嚟，咁King Fight 里边有个 Billy 啦，又系揸棍嘅，咁 So Car 里边有个 Killer 啦，又系揸棍，咁基本上棍就系要长啲咁用啦，即系唔好咁容易冲埋去啦。你有距离优势又点解要走埋去同人搏命咧？系咪？咁FD 技讲咗啦，回避技应用。咁其实 FD 技就我头先讲嗰啲有少少回避性能嘅技啦，又或者系配有一啲回避攻击嘅招，而再又或者系配合回避再加埋攻击嘅招，去令对手估唔到你究竟系想防啊，定或者系想呢、這个继续攻击啦，之如此类嘅。咁另外一樣嘢啦 ，show 卡裏邊咧，我上一集有講過啦，有分 step， 有分 walk， 嗱八 way 啦，我哋叫做任何你知的嘅任何一個方向，其實都喺呢個八 way 裏邊嘅，係啦。咁其實 show 卡裏邊咧係有啲招係踎低噶嘛，踎低先出到嘅，有啲招係。系啦，好似呢下咁，又或者系就咁二 K 啊，踢人一啲挡唔到嘅位啦，即系扣唔扣得少就唔喺呢个 topic 度讲住先啦。咁点样令自己快速起身呢？其实喺踎低里面咧，有一样嘢叫做踎低 cancel 嘅，英文叫做 full court cancel。咁如果你上网揾资料啊，去 Batwin Forum 啊，咁经常就係一个代号叫 FC 㗎啦。FC 即係 Full Course 啦，咁然后Full Course Cancel 就係 FCC 啦。咁样就避得开啦。某程度上呢你自己感受一下个 timing， 大约就係按完一下之后拉后。
喺个人就嚟要企翻起身嘅前一刻咧，你揿拉后又好，step 啊又好，咁咧佢就会冇咗呢个起身嘅动作噶啦。嗱，一般起身系点嘅咧？我头先唔记得咗做啊。我试一次二 K， 然后一般起身。咁你动作上咧，你会见到佢起咗身，然后先至系去呢个行去其他方向嘅。咁有时咧，如果你向下行，如果拍得唔好嘅话咧，仲会食死咗喺度嘅。咁呢样嘢其实某程度上算系一个 show 卡嘅一啲操作上嘅冲突啦。咁但系呢样嘢其实系可以用呢、這个FCC， 即系呢个multi cancel 呢样嘢去解决嘅，就系个 timing 啦。你见到其实系冇咗起身嗰下，又或者应该系起得好快啦。嗱，拍两下冇咗，拍一下咧。如果你拍得好嘅话咧，个起身动作会系唔明显嘅，咁拍两下就更加明，咁拍两下咧，冇起身动作嘅突然性就更加明显啦。嗱，我嚟多次就咁揿嘅，就咁向上揿，你好明显见到佢系起完身，然后先至去行咗画面里边嘅。如果我睇一下 K， 再喺適當嘅時候向上拍兩下咧，咁其實係會冇咗嘅個起身動作。任何方向都 work 嘅呢招。咁某程度上咧，如果你隻手真係練得好熟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咧，係啦，踢完一個二段，再做呢、這個起身嘅。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基本上你可以踢一脚再做这个起身攻击动作的。那我刚才做得不好了。是啦，这下好一点了。但是我自己 comment 呢，这件事是难一点在实战里面做。那不过不要紧，你们即是某程度上呢，你们各个 player 呢有自己熟悉的绝招啦。咁有啲人對立回呢樣嘢真係非常之高強，咁所以就呢啲就交返俾你自己去練啦。好，咁講完呢個踎低起身 cancel 之後呢，咁一啲關於行路嘅秘技啦，譬如話喺 show 卡咁呢，你拍兩下前呢，佢會變咗跑，長禁向前咧，佢都會變咗跑，但系冇跑得咁快嘅啫。咁但系某程度上咧，你跑前咧就難啲做呢啲後嘅招式噶。嗱，譬如話我就咁撳啊，跑前，咁你會見到一個好大嘅動作就係咧，我好似褪後咗半個身位，然後先至出到呢下拉後兩下嘅 B 嘅督棍。嗱，督棍系点样出呢？就系四四 B 啦。咁你见到咧有少少拉后动作。咁呢个就系叫做隐藏得唔好嘅做法啦。咁有冇方法解决呢？有。咁我而家试一试啊。嗱，将会做嘅嘢就系我跑前出呢下后 B 嘅。咁如果我一啲 buffer 都唔做嘅时候，咁我后边要出嚟咩样呢？就係咁样啦。你见褪后嗰个动作呢，基本上係都仲係 keep 喺度嘅，冇变嘅。有时再出错添。好。咁我咁基本上我解决方法係点呢？其实就比较简单嘅，就係、是。冲前嘅时候咧，你本身系处于跑嘅状态嘛，咁其实咧四四 B 呢一下咧，等于你系后跑紧嘅状态做一下 B 嘅，喺 show 卡嚟讲，咁所以你要隐藏嗰个后退嘅 animation 咧，咁其实
你可以直接冲埋去，然后做六五四三二咁样做一下 B 嘅。咁当然唔会好似头先咁太慢啦。咁如果做得快点嘅咧，就系咁啦。嗱，我试下一次系唔做 buffer 嘅做法啦。嗱，褪咗两下嘅，唔理我系咪手残啦吓。总言之咧，你见到有少少褪后嘅动作嘅，咁就系一个唔靓嘅 cancel 动作。好，我做一个靓嘅，嗱，咁就得噶啦。原理就系、是、喺你跑紧嘅状态 ，keep 住你跑嘅状态之后，做呢个六三二一四。再按 B 拉得快的话呢，其实就 cancel 了，即是你当你自己用豪鬼冲埋去出波咁样咯，就是这样啦。出得唔即如果你出得唔好的话，就会头先变咗头先个招咁嘅加逼技。咁但系呢个你自己慢慢掌握一下啦。某程度上呢，其实任何招你都可以冲前啊跑后咁样出嘅。譬如话褪后紧，突然间嚟一个二二八八 B 啦，嗱八 B， 即系长揿就系咁啊，短揿咧就系咁样啦。如果揿得唔好就变咗跳 B 嘅，啊揿得好咧就会变咗做呢个 lunge 嘅 B 啊。嗱褪后都可以做啲三三 B 啊、六六 B 嘅招嘅。譬如话褪后紧，突然间要做三 B， 系啦。咁如果你有留意头先下面嗰个指令嘅话咧，咁你望下右手边嗰个三三 B 究竟系点样出啦？即系 B 下面有个黑色斜下箭嘴嗰个咧，就咁啦。系啦，就咁啦。咁喺 So Car 呢个咁高速移动嘅 game 里边咧，其实呢样嘢系好紧要的。唔系嘅话咧，你一跑起上嚟咧，你就乜招都唔出得，咁就好，即系好大镬。好，咁我哋而家转一转角色先啦，因为有关角色回避嘅嘢咧，其实系要转角色先比较明显可以睇到嘅。嗱，咁喺呢度咧，而家转咗 Lightmare 同埋莎莎蓝喵啦。咁我会试两样嘢嘅，咁主要系 show 俾你睇咧，一个角色点样去睇佢地边边嘅。咁我而家录下片先啦。好，咁主要系录咗两招，咁我教翻佢系挡完之后会出招啦。咁一般 Soul Card 嚟讲咧，其实你大约都睇到一键劈落嚟咧，其实系有呢个 strong side 同埋 weak side 呢两嘢分别。好似 Lightmare 呢下啊，唔系，好似 Lightmare 呢下三三 B 咁啊，三三 B 又或者六六 B 啊。如果咧我哋嘅讲法咧系叫做顺时咁样比啦，顺时即系你摆个钟喺对手嘅圆心，你如果系一二三四五六咁样行咧，咁样为之顺时啦，咁样为之逆时啦。我睇下谂办法调翻转先，系啦，调翻转啦。好，咁顺时同埋逆时喺 two P 位咧，就咁样系顺时啦，咁样系逆时啦。在回避上来说呢，这几样东西很重要的。譬如以莎莎蓝苗为例啦，头先如果佢三下劈落嚟嗰个 BBB 呢，咁某程度上係要避呢个顺时呢先避到嘅。咁然后呢佢做其他嗰个招式，即係例如三 B 啊，又或者其他主要攻击嘅招式呢，你係要逆时先避到。咁當然就要即係打起上嚟咧，你要睇對手中意做啲咩，然後先選擇企
即系鼻边边啦。如果佢系咁做 BBB 嘅话，你行顺，你行逆时咧就濑晒嘢啦，咁样。好，咁譬如我试一下嗱，我唔知 Sasa 系咪有出咩嘅吓，但如果系出 BBB 嘅话咧，我系未必避到嘅。好，咁试下啦，我打佢一下，佢就攻击啦。嗱，如果佢做3 B 咧，好明显就避过咗啦。慢慢行都避得过，基本上。诶，斩两下啲，是但。哦，时间关系，我都系直接教佢出 BBB 啦。咁当然，如果你系攻击完之后咧，佢做几下 BBB 咧，咁佢 miss 咗嘅话，咁、那个咁当然就即系佢会极大硬直啦，即系我哋嘅 comment 为之呢个大空阵啦。咁你又做乜都得噶啦，基本上。咁但系咧，有时话譬如你零距离攻击，到佢攻击嘅时候，佢做 BBB 咧，如果第三下避翻逆时嘅话咧，我就食到飞开啦。嗱，有啲快嘅一快嘅状态可以避到嘅，咁但系咧都难咯。嗱，如果佢系做 BBB 嘅话咧，我避瞬时系就咁就避开咗啦。但如果我避逆时咧，谂住潇洒咁样企定定，谂住攻击咧，咁啊濑嘢啦。系啊，食埋 counter 添，好开心。咁点解苏卡会咁样嘅咧？咁某程度上你可以当系呢、這个斩到脚趾嘅一个现象啦。你睇睇佢 animation， 佢基本上咧，佢把刀系劈去沙沙林苗左边嘅脚位。咁你只脚抹开咗噶嘛？咁所以咧，咪食咯，就系咁啦。咁如果你对住一只，如果你对住一个 player， 佢系咁做 BBB。你又淨係諗住好公式咁樣避佢逆時針嘅話咧，咁就瀨曬嘢啦。好，咁調翻轉啦，要出三 B 咁啊點咧？哎呀，唔緊要，嗱三 B 又避到嘅。就算我做二 B 唔入扣，好負 frame 咁樣，我都係可以避到嘅三 B。啊！呢下呢下等我试下系咪确反嘅先，系咪确反冇错？好。咁但系如果我系谂住 step 嘅话咧，咁就食咗啦。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其实喺我哋围内里边研究咧。大部分角色咧都系被逆时嘅，咁但系当你对住唔同 player， 佢有唔同嘅配招嘅时候，你就记住要自己变啦，就系咁啦。咁有时点解系啲打脚趾嘅现象其实咁明显呢？咁因为咧，其实苏卡里边咧，当你横 walk 嘅时候咧，其实你个人系会越行越埋嘅。去到某一个特定距离咧，佢先会停止呢个越行越埋嘅状态。嗱，嚟多次咧，你见其实系埋紧去嘅，咁当然埋得佢好慢啦。咁其实 step 咧都系一样嘅，都系埋紧去嘅，越行就越埋。咁有时咧，打一啲比较激烈啲嘅来回攻击咧，有时你个 character 会冲到埋，埋到咁上下呢啲打脚趾嘅现象就会出现噶啦。都唔好话打脚趾啦，打手啊，打心口啊之类，即系总言之，佢个判定咧，其实是但一边有strong side 甚至 weak side 咁样。咁所以又系嗰句啦，你要睇 player 嘅习惯啦。
咁某程度上咧，去到我而家咧，其實已經唔係好記究竟邊一個 character 係 step 咗，甚至乎 step 右噶啦。如果即係譬如話，如果你 1P 位咁啊，你 2P 如果對住 Keely 而佢又出緊 RE 嘅話咧，如果你被逆視咧，咁你係會中曬。但一般嚟講咧，如果你對 Keely 嘅話咧，佢其實大部分招咧都係打順時嗰邊，咁所以呢、這個又都係嗰句，你要睇 player 嘅習慣去決定你要點樣行咯。咁如果佢狂出 RE 嘅，你就梗係要避順時嗰邊啦。咁佢狂出 BBB 嘅，你就要行逆時嗰邊啦。咁如果兩邊一齊撈住，咁點算咧？咁冇計噶啦。呢啲係運氣嘅，即係點講咧？呢啲係打運咯。咁打運有咩例子啊？咁其實譬如話長武器咁啦，咁大把嘢你冇理由衝埋身打噶嘛，即係唔應該噶嘛。尤其係好似 Lightman 咁咧，出完之後其實大多數都係打中都負 frame 嘅話咧，你係需要拉開好多距離去打。咁用下好明顯嘅先啦，後 A， 咁啊推到好遠啦，做多下後 A 都唔會俾人打中。咁一個唔係咁危險，唔係咁一個唔係咁明顯嘅例子就係點樣呢 a G A 啊，推開佢避打，基本上都係咁嘅啫。咁拉咩？即係點講咧？呢招用法咧，基本上對一啲慢嘅角色咧，其實好有用。即係盡量善用佢嘅距離，令人哋冇嘢可以做。咁人哋冇嘢可以做點啊？咁其實你係以立回嘅角度嚟講咧，你唔需要咁急住做 damage。你距離都玩死佢嘅話，你咪慢慢打到佢爆格為止都冇事。佢對你呢、這個做法係即係點講咧？佢冇嘢可以對抗到你玩距離嘅話咧，咁其實佢就會輸咯。嗱，即係譬如話 Lightman 呢招啦，三 B 咁，佢其實有招可以車過嚟嘅，不過我假設佢唔識先啦嚇。佢如果就咁選擇係用三 B 諗住浮空我嘅話咧，其實佢有排都未到距離打我嘅。咁我基本上可以系咁三 B 佢啦，咁当然仲有啲远啲嘅啦，就系 A B 嘅。打完之后连佢人都踎低埋，系做唔到 B B 嘅。咁某程度上咧，系喺立回嘅角度嚟讲咧，呢个就系逼人哋少咗 option 嘅一种谂法咯。又或者系你打得下三 B 咧？人哋只係褪後㗎嘛，諗住做諗住對面都做三 B， 咁然後突然一下你做 AB 踎低咗，跟住佢諗住做三 B 嘅話咧，出錯招咁就揦嘢啦。係啦，打可以俾我打到飛起咁，咁就即係以我角度嚟講，呢啲所謂就係陰招啦，係啊。唔好睇少呢幾下，即係好似 AGA 咁啊！突然間嚟個 ABA 推開咗嘅話，又可以打個三 B 做一個大 combo。咁所以一啲立回嘅 concept 咧，喺 show 卡其實係好緊要嘅，即係唔係純計 theme 咯。如果計 theme 嘅話咧，我係一定擋唔切佢個三 B。食硬咁就係基本上，但係如果我企喺個適當距離咁樣打嘅話咧，佢會打我唔到啦，甚至乎我完全唔需要理佢做乜，我可以繼續禁制啦。咁
當然你見到呢個3 B 嘅 tip range 係damage 好細啦，咁但係就睇下你自己嘅配招係諗住要點樣去做啦。譬如話其實 group 裏邊啲人都知啦，我係中意 AGA 啦，跟住3 B 係啦。咁你究竟要擋我 AGA 定係要 step 我3 B 咧？咁真係壓樓嘅名義啦，就你慢慢估啦。咁當然你估錯，你可以做我，你可以做一個大 combo 俾我嘅。不過你估啱先算啦，因為你咁樣嘅距離，你即係點講咧？你好少可會喺咁嘅距離選擇踎低啊嘛。又或者踎低，其實我仲有一個更加痛嘅 option 嘅，就係66 B。嗱，66 B 中咗就係咁嘅樣噶啦，都係好痛噶。咁所以以攻擊嚟講咧，其實呢個係最 simple 嘅諗法咯。咁蘇卡基本上兩個掣嘅啫嘛，一橫一直，單擊過擋咗無責任，咁人哋避咗又未必會夠距離去打你，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配招喺蘇卡嚟講。咁好嘅背招其實就係好嘅立回嘅一種base 嚟㗎啦，咁就係咁囉。咁我睇下仲有啲咩講先。啊係啦，擋完之後嘅還擊時間，蘇卡嚟講呢，其實如果你要即係譬如好似沙沙男友咁啦，做完個 3B，我是要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按掣，我才可以做到扩反。扩反的意思就是他做了一个他收不切的招而给我按一下，就可以很简单地打到他一个时间未到防备的状态。好像这样，我做 AGA 呢是未得的，但是呢基本上呢你大约听一下个 timing 的时间，就是这个他出完招之后来一次，他出完招之后佢其實把嘢未收咧，我已經要撳掣咧，去令個拳出嚟啦。咁當然咧，個拳頭出嚟，即係我撳掣嘅時間，同我就咁normal 企喺度出拳嗰個時間係唔同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撳個拳就係撳得太慢嘅話咧，就會被人打翻嘅，咁所以咧，其實每一招嘅擴反時間咧，其實都唔同嘅。咁呢個就又係嗰句要做功課啦。咁另外就係咧如果你喺呢啲 buffer 嘅時間裏邊咧，你做錯嘢嘅話咧，其實你會喺下一 turn 裏邊做翻同樣嘅指令出嚟。咁但係如果你用嘅時機錯咗呢，出錯招嘅話呢，咁就大鑊啦。咁所以如果你玩蘇卡嘅話呢，你即係初玩嘅話呢，你多啲注意呢個反擊時間嘅一樣嘢啦。咁撳得好嘅話呢，你可以側人一拳，又或者打個大 combo。撳得唔好，甚至乎係錯 timing 而令你錯 bit 嘅話呢，直到你被人打大 combo 噶啦，咁就好紧要嘅呢样嘢。你见到基本上咧，对面咧刀都未收，我已经系揿掣去硬嗰拳噶啦。未得添，我试下 AGA 得唔得？是未得嘅，
咁個 concept 就類似咁樣啦。咁立回今日就暫時講到呢度啦。咁某程度上呢，其實我唔知今日講嘅 topic 會唔會太 advanced 又或者係太淺。咁不過其實立回喺蘇卡真係好緊要，尤其係蘇卡攻擊手段咁多，就算你負好多 film 咧，某程度上如果你立回好嘅話咧，你負幾多 film 都冇問題。好，咁都係嗰句啦。今日立回嘅 topic 就暫時講到呢度先啦。咁如果你有啲咩嘅話，咁你可以上呢個 HKCBA 嘅 YouTube channel 去問啦，甚至乎你打翻同樣嘅名喺 Facebook 嘅話，你會揾到我哋個專業啊討論區啊。咁其實就亦都歡迎你哋提出任何問題咁去講嘅。咁好老實講，我唔知道有咩用嘅。咁但係咧 ，group 裏邊有啲人係唔知道呢樣嘢。咁所以如果你係新手嘅話，咁你就可以睇一睇啦。好，咁今日時間係咁多，咁我係阿星，咁就歡迎你哋去睇呢、這個HKSCBA 嘅教學文啦。咁好，都係嗰句，今日時間係咁多，咁下次再見啦，拜拜。